iDance 2014已经在11月22号开始了。这个节目是由一群独立艺术工作者自发组成的，透过舞蹈节令大众更了解和关注当代舞童新的舞蹈。为期一个月的舞蹈节节目包括一系列的舞蹈表演、舞蹈录像马拉松、工作坊、艺术家面对面、展览、论坛等等。而舞蹈节亦有多个收费和免费节目。场地主要分布在文化中心、葵青剧院、多空间 Y 剧场。舞蹈节的主题节目《独舞》就请来多位知名舞者，好像香港的梅卓燕、杨春江、台湾古明星、芬兰的祖哈娜·努廷恩等自编自演的舞蹈作品。而同独舞一同演出的舞蹈节长寿节目《圆舞场》就同样找来多位舞者在舞台上面即兴演出。另一个重点节目《新舞蹈创作平台2014》就请来中国、台湾、葡萄牙、荷兰四个国家共九位舞者演出他们的新作，从而了解在不同文化背景下面的编舞和当前的当代舞和新舞蹈。艺术发展咨询委员会之前就已经开始接受艺能发展资助计划第四轮申请，希望可以提升本地有潜质的艺团和艺术工作者的发展能力。香港国际摄影节在2010年开始隔年举办，这个全港最具规模的摄影节，除了摄影节的展览之外，亦同时举行多项推动摄影文化的活动，并以促进香港的摄影艺术和文化为目标。最直接的答覆你就是我們不需要受到商業那些贊助的掣肘。我想 你都知道攝影是很器材的，我其實我很自然就是未有這個藝能發展資助，就是我們問攞不是攞贊助，第一件事就是多數都會問器材商。器材商很簡單，就是好像我講話，例如我向一個相機 A 牌子去攞贊助，佢第一件事話：你今次請嚟嗰個大師係咪用我哋相機㗎？咁啊好直接㗎，應該。咁呢樣嘢其實咧就會俾咗我哋好大嘅掣肘。其實我覺得香港人咧其實玩相機、玩攝影咧已經係全民皆影啦。但係真係真正懂得攝影藝術嘅人真係唔多，佢最多都係即係偶然聽到一兩個係，只不過係日本嘅攝影家啫。咁其實咧，這個世界上有好多好實力好好攝影家，都係好值得我哋邀請過嚟香港做展覽嘅。咁如果有咗呢個藝能發展之後計劃咧，我就基本上就係冇咗呢一個掣肘先。我哋直接受益嘅就係因為我哋係一個節嚟嘅，我哋係兩年一次。咁成日都係做完嗰一節之後咧，喺個人力資源嗰度咧，就係、是、有一個中斷嘅時間啦。咁做完之後，因為我哋唔夠錢啦，咁同埋我哋嘅嗰啲職員咧，通常都係做完個節之後咧就冇咗嘅，就會流失，咁又會缺乏咗一個長遠計劃。咁咧有咗呢個資助計劃咧，基本上我哋可以喺人力資源嗰度，其實攝影節今次由今年開始係個重點要發展嘅，就係嗰個即係個人力資源發展。因為我想人力資源發展咗之後咧，嗰啲職員可以落長時間耐啲咧，咁就先至可以俾我哋一連串即係可以遠視啲嘅計劃。我今年嘅經驗最困難嘅地方就係個 matching 嗰度啦，因為matching 嘅情形就係佢因為佢好似係我哋一蚊去資助兩蚊噶嘛，咁但係我哋基本上要有一個基本上嗰個最低消費嘅，而呢個最低消費其實幾有陣時我哋都覺得幾辛苦嘅。即係好似例如300萬到150幾萬嘅，咁嗰個150幾萬其實都唔係一個好細嘅數目嚟嘅，咁呢個係有少辛苦嘅。OK， 我覺得今年遭遇嘅問題就係喺呢一度咯。鄧樹榮戲劇工作室係近年相當活躍嘅劇團，創作嘅作品《泰特斯 2.0》、《打轉教室》、《舞雷雨》等等都受到好評。以上的作品更在海外多次演出，劇團兩度得到藝能發展資助計劃躍進資助支持。而這個資助計劃又怎樣影響他們的發展呢？
咁呢種另外一個另外一種團體，佢係一啲特定嘅目標要做嘅，可能係一個活動。咁而家呢個藝能發展基金咧，就啱啱好資助緊呢個活動或者一個項目。咁所以未來呢三年咧，我都會不斷去出去唔同嘅地方啊，去做一啲推廣啊、宣傳啊咁樣樣咯。咁同埋呢個學校本身未必能夠完全自負盈虧之時咧，個劇團嘅製作咧仍然會繼續做，即係話都要有劇目咧可以賺錢先得。即係我睇到個持續性嘅發展出現嘅一種需要，就係話場地。即係作為我哋一個劇團，我哋嘅演出其實係要有場地去演出嘅。但喺現有嘅文化生態裏邊咧，大部分嘅場地都係政府場地咧，其實係比較難作一個有計劃同埋持續性嘅演出嘅。咁所以場地嘅爭取咧，我估係一個好大嘅問題。而呢個問題咧，唔係藝能發展基金單一嘅一個咁嘅資助計劃可以解決到。是要整個政府的政策的調整，同埋同即係社會的企業啊、大的公司啊作一個協調。因為例如你可以參考一下韓國嗰條大學街，或者日本都有個戲劇區，佢哋係一紮以即係大學韓國大學街係以前嘅一個唔知咩大學，佢遷走咗。剩翻出嚟嘅校舍嚟嘅，佢將佢改成一個大學街，有好多個劇場喺嗰度，亦都有食肆啊咁樣。佢成為一個旅遊文化結集嘅一個區域咯。你咁先得嘅，如果唔係咧，你政府嘅場地根本唔使諗，即係個個喺度排隊，你又做幾場，佢又做幾場，冇意義啊！即係喺而家呢個發展嘅階段咧，個意義好細啊。藝術中心的場地其實某程度都類似政府的場地，只不過不是政府支配它的營運，因為它都要是去支即租給不同的團體，但是它都不能夠製造到一個氣氛。哇，你整條街都是你整條街都是那樣東西就已經是很不同的那個氣勢。但是你整條街都是說你香港要有一條街可以做到這樣，你說點可能呢？喺目前，因為嗰啲全部都係錢嚟噶，係咪？所以難嘅，即係西九本來想做呢樣嘢，但係其實都大家睇到西九嘅發展都有某種嘅局限性啊。咁所以即係唯有就係而家咁嘅資助制度底下咧，可能會出到一啲藝術有成就的團體，而他的團體呢很可能呢我看到的運作模式呢都仍然是一方面靠製作，另外一方面要靠教育，他才可以維持到。